使用感觉用在脸上哦，我们涂完这个安瓶，第二天你会感觉到皮肤，就当时用的时候，那皮肤就是非常的光滑，而且呢瞬间就吸收了。那你第二天就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感觉到皮肤就像你的宝宝的那个脸蛋，非常的光滑，非常的细嫩。今天呢准备使用这个一号，这个一号呢我现在已经准备想把它溶解，需要用两个手使劲儿，看见没有，它里面是这种颗粒的，需要溶解一下。我觉得我用这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让我的皮肤变得更通透，然后配合上撕拉面膜之后，我觉得我的皮肤感觉这个更紧致了，所以我觉得这套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棒。忍不住的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个集中安瓶的一个效果啊！我现在呢已经用到了第三瓶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二号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二号安瓶，因为年龄大了嘛，对这个提拉紧致的这个效果需求会比较的明显。那我现在是用到第四天，就明显的感觉自己的皮肤变得紧实了，你按上去也很紧实，整个脸都变小的感觉。当然就是它喽，这是我用的集中护理安瓶套装，现在这一整套我已经用完了，用下来的感觉就是我皮肤的这个水润度提升了好几个度，然后呢就是皮肤的光泽度也提升了，还有就是现在摸上去我整个皮肤就是细细嫩嫩的，非常的紧致。然后其实这一套里面呢，我觉得每一瓶都各有优势，我都非常的喜欢它的吸收效果，吸收的速度也非常的快，一整套用下来之后皮肤的改善完全就是好几个度的飞跃，所以把它推荐给每一位爱美的女士，大家一定要拥有它哟。那在我去年生完二宝之后，皮肤变得干燥，没有之前那么细腻。一月底上市了爱多美的集中护理安瓶之后，我果断买了两盒回来，那目前已经使用完了一盒，现在第二盒呢已经开启了第三瓶，也就是我们的二号安瓶。看看我现在的皮肤，我非常非常的满意，很细腻，很充盈，也很饱满。我非常喜欢这一套集中护理安瓶，我会坚持一直使用下去，希望等到我的女儿20岁的时候，我还能保持现在的状态。从补水改善皮肤弹性到亮肤紧致和对抗老化，真的是全方位的护理。目前呢，我搭配的是爱多美艾诗洛特真颜系列，已经使用到第二套了。我真切的感受呢，我的皮肤整体比之前更加的滋润和紧致了，整个脸呢充满了光彩，轮廓线条也更加明显了。短短的4周呢，让你的皮肤状态焕然一新。那听完我说我的使用感受，你有没有心动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开启我们4周的肌肤修护之旅吧。